阮遮坐汤肉边，又对水果有安尼的外壳水果，食起来是甜的。汤肉边人血糖高，袂用食甜食，因此汤肉边人袂用食水果。遐尼水果到底是毋是汤肉边人的禁忌呢？一，汤肉边人对水果的外壳，阮遮坐汤肉边又。特别是拄只较近的汤肉朋友，对水果拢有一直恐惧，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水果拢是甜味的，以为只要是食了水果，血糖肯定会失控。其实这是一种误区。按照汤肉朋人的饮食原则，汤肉朋人是啥物拢可以食，但啥物拢袂用坐食。这大部分水果汤肉边人拢是可以吃的，汤肉边人并不需要对水果有啥物恐惧。两，哪款水果适合吃，爱明白哪款水果适合吃。阮需要知影食物的质量，含糖量、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。知影吃的以后，对水果的选取就不再饿了。食物对血糖的影响，主要就是顶面的这几项指标：选用的水果质量细、含糖量细、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越低，遐尼对血糖的影响嘛就越细，糖尿病人就可以放心吃。倒变，若准水果的各项指数拢偏高，而阮的血糖又唔稳，遐尼这种情况下，就不宜选用这种水果食用。遐尼具体有哪挂水果呢？阮先来挂一张图，如下，从此都可以看出，草莓、李仔、柚仔等水果，因的各项资料均是较低的，因此，这种水果就正合适糖尿病人食用。而甘蔗的质量为278，含糖量67.8，升糖指数103。血糖负荷69.8，各项资料均较悬，这种水果都唔相适合糖尿病人食用，特别是血糖唔稳的时阵，应该禁止食用。而西瓜虽然质量、含糖量、血糖负荷较低，不过升糖指数较悬，嘛就是短时间内对血糖的影响较大，因此。西瓜可以吃，但不宜坐吃。吃坐了短时间内血糖可能会超标。三，按怎吃水果上好？根据糖尿病饮食推荐，糖尿病人食用水果上好放伫了顿中顿食用。吃了多少水果，在下一顿的主食时，靠多少因的质量即可。每一天的水果量唔通少济。以2005以来为宜，最后用先根据糖尿病又拢能开心吃水果，成功抗血糖。